自己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式，骑行去旅游的方式。骑行的话，它的意义不一样，它就好像是人生一样，就很多东西你看起来很困难，但是你通过你的每一次踩踏，坚持不放弃，就会到达你想要的一个终点。在洱海，然后呢，看到一些很多星星嘛，小朋友很少见过这样的一个星星的话，我们骑着车呢，然后他就唱着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我们就蛮开心的那种状态，就是，所以会有蛮多这样的一些那个。想过什么放弃吧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难的，小朋友他只是坐在小推车里面，他不会累，而且他在他的眼里，只要是爸爸陪着他，他都会蛮开心。他的童年不应该只是说在学校的一些书本里面，在一些描绘的一些画画里面，就好像一些像城市的小孩子很难看到星星，我带他去户外的话，他会看到原来星星的话不只是在那个书本里面，哦，那个画面就好像雪山蓝天白云这些东西，他不只是在书本里面去感受到，而是实实在在去户外看到。这样子方式的旅游可能会少，但是短途的之类的还是比较多。冬天的时候带他去东北，去看雪。